林之霄，嗯，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过你叫林老师叫爸爸？我有个女儿，多大了？明年大学毕业。林老师不能关我一辈子，从现在开始，就是我林之霄的独立日。干！林之霄，太不像话了，把口红给我擦掉。林老师，劳教年看看是日历写的，还用老一套对付我呢？ 你们父女俩真是一个脾气，怎么都那么倔呢？学音乐的，拉大提琴，拉的特别好。就你这水平，还想靠当月说维持生计啊？别再浪费时间了。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是个特别好的爸爸？以我的经验，他有方未来的可能。温柔懂事，要女儿。 女儿贴心，还是小棉袄？陈医生让你去你就去啊，忘了你训我的话了。李无形，李建光，你要是再敢乱跑的话，你信不信我？从小到大，跟他一直都是这样，什么难听的话我都说过。小小啊，赶快长大吧，爸爸不能陪你一辈子的。我很遗憾，只能陪你一程。 但你值得被爱，以后的每一程，也一定会得到更多、更好的你。珍惜现在的经历，对于未来我们保持希望，我们就可以在不得不面对告别的时候，不留遗憾。爸，星期二晚8:20，余生，请多指教。